你好，草莓世界的林朝夕，我是知识林朝夕。谢谢你帮我找到了爸爸，让花卷成为了我的弟弟，让我上了最好的初中。但你知道吗？我也恨你，非常恨你。无论变成什么样，大家都只会说一句话：哦，林朝夕，你越来越差了，越来越笨了。这位同学，你找谁？你去一班干嘛？我们是十三班的呀，成绩最差的那个班。下降？他还怎么下降？已经全年级倒数了。这就是现在的我呀，可他们哪知道你是作弊呢？成年人欺负小孩子吧？我是真的小孩，你欺负我，没有人知道。最后我再求你一件事情，我请你离开。